哦，你哥再见。现在个很漂亮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今天爸爸回来了，我们准备管鱼汤，到时候给宝宝用来开封了。这是个什么鱼啊？草鱼还是鲤鱼啊？喂，这个鱼有点奇怪哦，有点像鲤鱼，又像草鱼。是我们上次买的那个黄骨鱼吧？黄骨鱼哪里这么大？它那个颜色有点怪嘞。上次买的黄骨鱼在这里呢，对啊，两个都在，看到没有？黄骨鱼在这里。黄骨鱼的寿命还是高一点啊，只是好像感觉没长大，是不是？哦、生存能力强一点。对啊，我们上次买回来这么大，现在还是这么大。你家俩你过去吧，大姐。过一个海根是某个鱼啊。发一个那个黄骨鱼啊，哎，有点鱼，有点红色的鱼啊，洋洋啊，你有点红色的，有那好几条鞋的发的鱼鞋的风暴的我有100-200斤看到我们看了半天还以为这个不是鲤鱼，这个是鲤鱼了，但是他那个灵杆都没不见了，那个花都挂不起了。他今天还算运气好，回去接送奶鱼，我们家里有这个鲤鱼。我出去发这个鱼吧。你在看鱼吗？今天这个鱼是给您准备的哟，待会多吃点啊。这个鱼好多钱买的？买的吗？买。现在爸已经在给这副鱼了，挂起来了。给宝宝煮的猪全身啊，里面有猪肝、猪肚啊、猪肠，什么都有啊。还煮一个鱼。那汤白一点，放点胡椒粉。现在是给宝宝开荤了哦。第一次吃荤菜了哦。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捣乱了。